一零一解题说明：第一小题呢，要调整版面。我们首先看到上面版面配置的功能，点按一下。接着在版面设定里面，可以调整方向跟边界。由于我们要调整两项，所以我们直接打开右下角的版面设定的对话方块。好，方向呢原来是直向，我们要改成横向。边界上下左右。 各为一点五公分。好，我们这边打一点五公分。同学可以注意一下，它预设就是公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全部都清除以后再打一点五。啊，它预设是公分，所以单位没有问题。接着下右上下左右都是一点五公分。好，按确定。 第二小题呢，要将第一段标题后的所有内容。我们先请同学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段落符号，代表这是第一段。在第一段后方，我们移到左边，点按一下，选取第一列，接着往下拉，移到最下方，按住 Shift 以后，点按最后一列，接着选取上方的版面配置的栏。 由于没有释蓝，所以我们选取其他蓝蓝素。好，往上点按释蓝，间距依据题目要求零字元。注意到预设单位是字元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按确定。接着要将深蓝色的段落位于蓝的首行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。 点按，在国家公园前方，接着选取上方版面设定里面有一个分隔设定，点按以后选取芬兰符号，就可以将芬兰符号后方的文字从下一栏开始。好，点按同样的方法，点按以后分隔设定芬兰符号，主题乐园分隔设定。 芬兰符号。第三小题要编辑深蓝色的文字，我们首先选取国家风景区，往左边靠一下。好，选完以后3，三字 A 文字总宽度要六公分。那这边呢，在上方常用的地方，右边有一个亚洲方式的配置。同学点按以后，选取最适文字大小。 这边请同学注意，它预设是字元，所以题目要求六公分，我们要自己把这个单位重新的改变，变成六公分，按确定。三支笔，我们再把这个深蓝色的文字选取一次，套用橙色的网底，在段落上方点选网底，选取橙色。完成以后。 其他三个，我们可以利用复制格式，点按两下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扫把，我们把它扫过去的，它的格式呢就会复制过去。完成以后，记得再回去点按一下，恢复成原来的状态。最后第四小题要编辑蓝色的文字，在解题之前呢。 有几个按键呢？同学可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按 F4 的功能键的时候，它会重复我们刚刚做的动作。另外，Ctrl+A 是全选，还有 Ctrl+Shift 再加上 F9 这三个组合的按键呢，它是代表取消功能变数的连接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继续看，移除所有文字的超连接。 当你把滑鼠移到蓝色的文字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按住 Ctrl 以后直接做超连接啊。那根据题目的要求要全部移除，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过，按 Ctrl+A 就可以做全选，接着要移除超连接，按住 Ctrl 二跟 Shift 以后再按 F 九。好，同学可以看到，滑鼠在移过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超连接了。接着要加入项目符号。 在蓝色的文字任意点按一下，以及题目要求，我们在右方编辑里面的选取、选取格式设定类似的所有文字点按以后，就可以把所有蓝色的文字选取了。接着项目符号在段落上方有一个项目符号，点按以后。 依据题目要求，我们要自己定义新的项目符号。选取符号，字源代码，输入一一九，按确定，再按一次确定。完成以后，点按一下项目符号，调整它的格式、字形大小、十六颜色，选取深红色。 接着要调整清单的缩排，我们在项目符号上方点按右键，选取“调整清单缩排”，编号的后置字元以及题目，我们要调成间距，按确定。最后，各栏一段落笔画递增排序。首先选取最左边的蓝色的文字，接着选取上方段落。 排序，点按以后，依据段落笔画递增，没有问题，按确定。接着第二栏一样，我们先选取完以后，上方排列顺序段落笔画递增，按确定。当然，同学也可以选取第三栏以后，用我们刚刚的按 F 四的键，它跳出以后。 完成刚刚的动作，按确定。同样，最后一栏按 F4，按确定。到此解题完毕。档案另存新档，存在 WP 零一底下的资料夹，改成 WPA 零一，按储存。接着打开题库练习系统数科评分，按确定。 结束。